哈喽，Hello, 我们看一下四之二等比数列与等比级数的习题第二题。题目跟我说，现在有一个等比数列的首项是十六，然后这个等比数列的第五项是八十一，然后题目要直接由这两个线索去求出这个等比数列的公比会是多少。这题来说，有告诉我们首项是十六，然后最后要叫我们求的是公比会是多少。那我们就现在复习一下。 等比数列的一般项的公式。如果今天题目告诉我们说，哎、欸，一个等比数列，我叫 a n，然后这个等比数列的首项是 a 一，然后公比是小 r，那么我可以借由前面的线索，求出这个等比数列的第 n 项，我叫做 a n，会等于的是 a 一再乘上 r 的 n 减一次方。好，有以上的观念之后，我再回去看题目。题目目前告诉我的是等比数列的首项，我叫 a 一等于十六。16, 第五项的话，我就说 a 五会等于八十一。那下一步的话，我借由我们刚才复习什么，a n 会等于的是 a 一再乘上 r 的 n 减一次方，去求出这个等比数列的第五项。那等比数列的第五项就是什么？这边的 n 代表是项数，我 n 代五进去，是不是就是什么 a 五会等于 a 一再乘上 r 的五减一次方，四次方，所以 a 五会等于 a 一再乘上 r 的四次方。 a 五我知道是八十一，所以下一步就给他一个箭头。我推得到下一步八十一会等于什么？a 十六再乘上 r 的四次方。那下一步的话，我就可以知道什么？r 的四次方会等于什么？十六分之八十一。那因为我的目标最要求出什么？这个。 等比数列的公比，那其实就是小 r，所以十六分之八十一其实就会等于什么正负的二分之三，然后刮胡的四次方。那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r 会等于什么正负的二分之三？那这样我就回答了题目，这个等比数列的公比 r 就会等于正负的二分之三哦。